到。演唱会的话是徐姐的演唱会。哇，这个落叶好美啊！哇，漂亮，落叶好美啊！一阵风飘过来，好美啊！快给我录个视频吧！太美了。现在往地铁六号口的另外一边看看，这边。
较小，然后旁边是一条大马路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电车。这条是四川北路，田爱路好像也在附近，我待会也想去看看。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，人流实在太多了，基本上就是摩肩擦踵。我先去一下附近的商场买杯星巴克。前面那个 Capital 应该就是虹口龙之梦吗？我不太确定，反正我现在先去那里。Thank you.